风点。天哪，太累了！你下要干嘛？要刷牙吗？不用，再下去。拍张牙，拍子。完蛋了！怎么办？啊，我现在有一个罪恶感哎，太舒服了，在这边。贝贝，可以麻烦你一件事情吗？我现在在过关，我需要你跟我换衣服。你可以穿上这身衣服吗？因为我需要五件不同的衣服，颜色的。拜托，拜托。等一下还会还你，换了以后就送给我吧。送给你没有，等一下我会去找你换回来。还是你去逛一逛，等一下在这里见面。哎，真的大家都很。好了，那我先吃早餐。好，谢谢。在哪里啊？选一个有漱口袋的位置，你只剩下一个了。然后把木头去掉，快！里面有人呢。你好，有没有口渴？有没有想喝东西？不用，谢谢。光点，答对了，他送你一瓶饮料喝。恭喜你答对了，请问一下。不好意思，几岁？我77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77。你喝这个豆浆燕麦，你先喝看看。好帅哦，你们都好帅哦。你先喝一口看看，好喝哈。啊，好喝。好喝。对，那这个送给你，送你。嗨，丁哥啊，早安。早安，小姐，不好意思，你等一下要爬山吗？我要先去吃早餐。吃早餐太好了，你还等于是还没吃东西，对不对啊？先送你一个饮料好不好？请问一下你是哪一个领域的？第一个，请你喝这个颗粒燕麦饮。啊，你是松饼？啊，对，不是甜风。谢谢，喝一杯就好，对不对？然后打勾，30-20。我可以麻烦你一件事情吗？可以跟我换一件衣服吗？那你可以跟我换一件衣服吗？你穿这件衣服，按我穿你的衣服，我总共要五件不同颜色的衣服。对啊，可以麻烦吗？姐姐可以麻烦。你们跟我换一件衣服吗？我想要，我要五件不同颜色的衣服，拜托，这可以吗？谢谢。